那玻璃罐子来出来等待。叫他们停工，叫他们人员撤出。起码停开啊！他们人员撤出啊！好，起码停开。他们人员撤出，两点之外，那我老坐住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也没有办法配合。因为现在我们就要带走你，有人告诉你，你在这边，我们警察在现场是现行犯，我警察可以带回去。请你依照法条来讲，请你出示拘票。这个现行犯要拘票，要。你懂不懂啊？来来，我搞不懂，请你解释清楚。请你按照法条指挥办事诉讼吧。听好，来，没有重要事，你现在都解释清楚，不然你没有办法。来，去开车来，去开车来，巡逻车载回去。巡逻车来了。来来来，潘先生。该靠边。哦，希望你。那也请你把他们配合，叫他们配合，叫他们撤出啊。你先离开，你先做你的。这位也不是王家人，请他出去啊。你是王家人吗？我们可以的，王家人，王家刚好受益了。好吧，来了，你也知道什么状况。好，现在有人告你，上一次你做那个，他们没有告你，我们也没有做，你也很清楚。这一次你又妨碍人家要告你，我没有妨碍他，是他们要危害。啊，他要告你啊！你认为你可以告他，你有权益，你可以告他。我没有说我要告他，对不对？你有权益，你认为你代表王家，你也可以去告他。你取得那是两回事。现在他们在这个地方施工，我们要守护这个地方而已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现在如果你要把我带走的话，现在要告你。要带走你，没关系，你按照法条，请你讲解释法条好吗？请按照法条来做。这个是现行犯，今天他们要告我们 ，OK， 请他们回去备案。什么叫备案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不是告这不是备不备案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今天你们要用现行犯逮捕金门出。我请他，这个没有拘票问题，小姐，这个没有拘票问题，好不好？你们都不要讲，这是警察处理，好不好？不用饭店，现场都有人，人家对你提调，你人在现场，好不好？我们请你到那边，我们做完笔录，你就可以回来，这是我们要在做的。我刚刚有表明了，我愿意出示查体，但是现在你把我带走，他们马上回来动工怎么办？你愿意负责吗？你现在有动工吗？如果你把我带走，现在是王家的。如果你把我带走之后，他们动工，你要负责吗？我不负责。对，你不负责，那你就不用再讲那些。只要你没办法负责，你就没有必要讲，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。你要强制吗？请你出示法条，请你出示拘票啊！我就是代表法律，我这台就是强制。你本身就是法律吗？法律是你定的吗？我不是定。对啊，那你要怎么强制我？请你依法行政。你有没有告我啦？要不要告他？来，告我们就带走，你一起去。你有跟我到派出所？过来啊！资料烧了吗？哈。嗯。好吧，一起走。好。等一下，我们走了之后，这边动工怎么办？王家在这边，好不好？不要用你的口气来代表王家讲话，拜托你，好不好？请王先生，王奶奶已经受益了。这边是18号的土地，刚刚王奶奶已经受益，我代表他。不然这样，你现在问耀德，这个是你的报告底下啊，你开公司你在香港港名，我不是港名啦，我来只问他两句。不要讲这些，我就不要讲了。一天到晚在跟我讲路权，不要讲，你是哪位？不要一天到晚在讲路权。好了，请问，一个听到，你们不离开的话啊，到我吃饭范围内啊，我就会警告。你为什么？走，走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来，赶快，你的电话，我编号在这边。把人拖出来有没有犯法？有没有犯法？我现在用现行犯对他们，以现行犯提告，你要不要受理？那为什么不过去处理？现在事情还在发生，为什么你要站在这里？都拍下来了，警员编号4056，警员编号4056哦。不好意思，是为了他们呐，因为他们现在也正在被打了。证据我们刚刚都录下来了。你要不要受理？你可以提告啊，就等你。我现在就提告了。我们去做笔录，我们去做笔录，走，我带你去那边。现在马上处理现场，做什么笔录？要做笔录吗？现场，先抓犯人，先抓犯人，先去处理现场。先抓犯人，好，没关系，报警在4056知道。我现在以现行犯对他们提告，刚刚用暴力。用暴力对待我们，都已经受伤了哈，全部证据都录下来了，我现在报案，要不要受理？可以不讲话的吗？警察有权利不讲话吗？警察先生，我们现在是人民，我现在要以现行犯对这群人提告，要不要受理？要不要受理？警察是可以在这边看着犯罪。犯罪现场就在你眼前，
志军在这边看，要不要受理？